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白丁。今天继续来讲我们的一些小工具，讲完希望赶紧讲完，可以那一个赶紧到那个实体操作上面。这样子，首先 PS 的话呢，打开了以后一样是一个默认设定，对吧？该怎么点怎么点，对吧？那前面一课已经讲过，相信大家也是记得的，因为我感觉大家都是应该一口气看完吧，视频上面。对。好，那个这样子，首先今天讲的是一个文字，还有画笔，还有一个加深工具，对吧？那很简单，那我还是拿一张那个图片，然后来那个怎么讲，就是展示一下啊。好，那这样子，首先我导入了一张图片，对吧？那我可能就这样子啊，强迫症的同学啊，可以这样子对齐或粗一点什么的啊，对，反正就看你们自己吧。然后这样子，拿这张图片，我先隐藏一下，多复制一个出来，就是说，对，留个底，PS 级的很多东西要留底，然后把这张照片变成一个可编辑的一个状态，可编辑的一个状态以后，比如说我想当做我现在要拿这张照片去做一张海报，可以吧？去做很简单的海报，那可能是这样子，先讲文字功能，可以吧？那我可能它拿文字上面可以这样子。横的还有竖的，那我们就用横的。那横的、竖的，你们可以自己研究。那我这样就横着。然后这个可能是一些烹饪的一个，就烹饪的一些用具吧，对吧？那个字我中文字我不会读。那反正英文叫那个 cookware，对吧？或者叫 kitchenware 都可以嘛，对吧？好吧，我的输入法，换一下，OK。Hookray 对吧？好，OK 了以后，然后我们点一下 Control T 对吧？那文字工具怎么激活？对，它的快捷方式是 T。你按一下 T 的时候，然后你再点一下这个，哎，你就发现对，它是可以编辑的。好，然后可能就说打一些，可能就你可就比如说我现在想加数字，你就看到我就这样子加就可以了。然后在这里，文字上面其实就很简单，我觉得你们都能掌握啊，但是。这样子，点一下 T，你直接一点，然后就可以直接打了。或者你再点 T，然后我再打，然后这时候你看一下一个差别，这里我拉一下对，然后这里，我电脑有点小卡，然后这边我再点一下，你要看一下对。就是说，这两个东西是怎么样？就是说，完全是按照你那个自由变形，就是 Control 加 T。就 Ctrl 加 T 的时候，你把拉到多宽就多宽，你把它拉到多大它就多大，就这样子一个情况啊。所以呢，通常怎么样？就是说，比如说我现在我有段文字，我想放在这啊，这个也是顺便要跟大家讲。比如说我现在我这样子啊，我 Ctrl C，我这段文字我要放到那个 PS 里面，我要怎么样？那我回来，然后点一下 T，拉个小块，比如说这块就这么大，然后对，这样子，那我可能就放在这这样。然后就可能就这样调一下那个啊，有微信了，好吧，先不管它，我们继续，不是，这样子点一下这个，对吧？然后我可能对方式我可能要改一改，这样子，对齐方式，哎呀，对，整个拉了以后，然后呢，对齐方式，哎。没得改吗？难道？好吧，没得改就这个是顺序切换是吧？没得改是吧？不像 AI 那样子是吧？好吧，没事。那比如说我通常我有什么样的一个东西，那我可能就我一下子就放在这，就这样子结束，这样子一个情况啊。我本来想这边对齐，但没找到那个对齐功能啊。就是 AI 那边的话，它是这样子，可以把这边也完全对齐到的。但这里貌似也没得选，好吧，那就这样吧。所以说，所有的正文文字的话，就直接 copy 下去就可以了。那这个是什么东西呢？在这里，字体上面，字体上面是这样子的。这里你们可以选不同的文字。那这里你看，它本身自带文字其实已经很多了，说实话。但是如果说我还想我再加自己的文字，那怎么办？特别你看我现在，我其实没有中文字，有些。我电脑里面简体字或者怎么样是没法读，那比如说可能这样子，你看我有些就读不了啊，那怎么办？像这种情况，就是说你看它一个口或者有些字它不会显示，对吧？你现在能看到，那怎么样呢？
只能说去网上啊，这个要真的自己找，去谷歌那边就点一下谷歌，然后你搜索说字体自行下载或字体下载，下载完然后就去 Windows，你看其实这个就微软的，在 Windows 里面安装字型，你安装完以后，然后在这里你就能看到，就是说这些东西是跟你电脑挂钩的，能懂吧？或者不信你说 PS 导入字体啊，这个我就你们就上网搜索吧，我就不再讲了，因为每台电脑都不一样，你可能 Win 7，你可能 XP，你可能 Win 10，对吧？那这些像这种问题，就是说字型有时候读不了，就是这个问题。对，好，那字体就讲完了，就这些很简单，其实就看你玩字型，对吧？那如果在那个你说我这个字体，我还想玩点小效果，我可以在这里 FX 这个其实功能现在很少用了，FX 这样子这个功能是怎么样的？比如说 stroke 啊，这个是 inner shadow，就内阴影，对吧？stroke 线条，那我可能说我想给它加一个黄色的，对吧？啊，真挺丑的，真挺丑，不骗你啊。那 size 我们再拉大一点，可以吧？没有吗？难道？哎，看一下啊，inside 啊，inside outside 哦，好像不行，对吧？哦，因为还没转成哦，我知道，因为是这个，我们再复制一个出来。为什么呢？对，因为我们这个是字体状态，它不是一个那一个怎么讲，不是那一个图片状态，所以说没法使用。那现在我把这个东西变成图片，我把字形给收了。那现在这个我点一下 T，哎，你发现，还可以是吧？不好意思，隐藏一下。好，那一个这个应该是这个应该是。啊，重新再来一遍，可以吧？不好意思，这些都不要啊，免得乱。那这样子，我把这个字体我复制一个出来，再多点一个，然后呢，要空白地方是吧？点，这个先隐藏一下，然后这个也是，match results。那你看这现在这样子，它变成一个图片状态嘛，对吧？就是说，你看，完全是图片，为什么我完全不能编辑？你看，我拉会变成一个新的模块，懂吧？就新的模块，那新的文字它会生成一个什么新的图层？那讲回去我们刚刚问题，对，我想给它再加个就一个小效果吧，然后就这样子，我给它弄个黄色吧，可以吧？那我可能哪里看到？哎，可能不是很清楚了。我现在反正你可以选 inner、inside 或 outside。或者内阴影、外阴影，你都可以选择。然后，比如说我现在点 OK，我放大看，对，它就有个一个就这样子一个小效果，你可以去弄。那像 PS 里面，就是说，如果你要快速去精修一张图的话，这是一个挺好用的一个效果。FX 你也看到这个 FX，这里反正还有很多啊，你们可以自己玩玩，我就不一个个解释了。用的最多就两个，inner shadow 就 outside shadow，还有那个 inner shadow，还有这个就描边，对，就这两个，其他的用的很少啊。好，那一个我们再下来讲的是一个，让我回去看一下。好，那个画笔工具对吧？画笔工具是这样子的，文字我们讲完了哈。画笔工具就很简单了，其实就是这样子这个，然后就不好意思，然后就一样，你要开新的图层对吧？你开个新图层，然后就啊不，这个才对。画笔工具是 B 的一个 B A B C A B C 的 B，然后你可以去这样子随便刷。那通常怎么样呢？比如说有一些东西这样子。比如说，那画笔工具跟那个橡皮工具是一样的，怎么样？比如说它 hardness，对吧？我现在拉的时候，哎，你要看这条边，它应该是，你看很虚。那我换回去零的话，你对比一下，哎，对不对？哎，你要看到，对，就是说，你看这两个边，它是完全不一样的，能看懂，看到吧？这个边是虚化过去的，这个边是怎么样？很硬，好像一刀切过去。那这个就是一个硬化的问题啊，硬度的问题，对吧？你看，完全同样一个颜色，但两个效果，能懂吧？画笔没什么要讲的东西，真的没什么，因为它就很简单。就你通常怎么样？就是比如说我现在，这样子，比如说我下面这张图，对吧？吸管有跟大家讲过吧？这个功能，那这里是吸管，那我这里再开个新的图像，我想把下面这个黑黑的这个部分给刷走，那我点一下画笔，那刚颜色被我吸了，对吧？但是这个好像。大方 P 旁边那个快捷键，记得吧？大小你们可以先去调一下啊。那个大小键切换的时候，你按着，如果那个大写打开的时候会看不到那个圈的，小写的时候才有。那比如说我现在这样子刷啊，你看，我就画笔这么刷刷，哎，你看，其实不用像用印章，有时候不一定是用印章才最好。你看我现在画笔刷，其实也 OK，看不出来，对吧？就这样子刷一刷就 OK 了。就有时候大范围面积的用画笔会比用印章快，OK 吧？
应该，我觉得应该这个讲的还挺清楚了吧？还有最后一个地方就是那个加深工具，那有加深自然可有减淡，那什么意思呢？那这样子，加深工具就这个了，上面是减淡，这个是加深啊，就一个放大镜的。那减淡工具什么？就是把这个东西它的一个黑化，就是说减淡一点，就是说，比如说我现在这样外那我选上我的背景图。然后我外围，你看我一直在外围刷，有没有看到它会？不知道明不明显，好像不是很明显。那我们换一下那个加深工具，对吧？我把这个圈圈给调大一点。比如说，我想强调这两个手环，对吧？哎，你也看到，对，这几个位置它就会不断变，你看有没有变深？这个会比较明显了，比起刚刚简单工具，简单工具也是同样的道理。比如说有些地方我认为它不够黑，我就把它那个部分给加黑，非常好用的一个功能。就是说有些地方你可以怎么样，通过简单和加深工具，然后去强化它的对比度，懂吧？那这样很假，对吧？旁边很真啊，当然平常不会这么做。那比如说有些地方像拍的不清楚的时候，比如说我现在我有些地方很模糊，我就可以加深，随便点几下。然后再把旁边的一个减淡工具，对吧？可能就还是太深了，那我就现在再把它减浅一点，懂吧？对吧？但是不要一直用，为什么？你看我现在减回去的时候，它这个颜色，你看跟旁边这个少的颜色，它不是同一种青铜色，这个好像曝光了一样。对，好，那一个今天讲的三个功能，那个文字，然后加深减淡工具，还有一个就是那个画笔工具，对，就三个东西。好的，那大家自己好好练习一下，那一个谢谢大家。